17 18，跳两块，19 20 19 8。轻慢的嘴巴吐气，扣挂根也有很有力度，也下去，这样的话你的叉才能下得更稳，明白了没有？说慢慢吐气，好，再来，这是最笨的一种。再一个，双手就把鼻尖捅开，啊，打头，大家看好，那这一块的话，打头不行啊，这一块的话是把胸高挡在这里弯下去，控制好，腰力控制好，后挂根它自动的往下沉了，明白了没有？如果是，哎，你干嘛呀？自己控制好，手打直，吹直，对，打下去以后大家看好，勾脚。这又是一种拉伸带的，这个难度是更大的，明白了没有？膝盖更直，后胯骨往下沉了没有？前手功夫怎么蹬？对，有没有感觉？后胯骨，后胯骨有感觉没有？看好了，膝盖更直，这样子下叉下不容易陷胯，也不容易坐胯，明白了没有？进。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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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
不许胡说，数。4321，太棒了，这个，来，打针，来，打，七。